借助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，比如说我们东方的呀、欧洲的都可以。然后我说我的所有的这一些写的东西是跟我们自身是有，就是我们自己切身有关系，就跟他们200年前、300年前发生的事件和事情和悲伤、喜怒哀乐，全部能不能体现到我们这时代当中的我们此时此刻能不能，就是能产生共鸣？对对对，就这样的东西最好。
靠要的是就是一个独白，就全都是白话，讲述自己的一个故事一样。一天早晨，我变成了一个甲虫，我的身体在疼痛，我的身体在怎么表现自己，然后我看到爸爸妈妈、妹妹他们惊恐的眼神或者怎么样的，反正就是表现的一个状态。我的身体动弹不得，弧形的、坚硬的、丑陋、狰狞的。闹钟响了又响，上班的车错过了一趟又一趟。但愿这只是一场噩梦，我必须工作，只有工作才能给家人希望。眼下曾经温暖的房间已成为我的牢笼，这该死的甲虫它让我失去一切。啊，妈妈别这样看我，妈妈不要抛弃我，那温柔的火苗不会熄灭，我的心依然如初。生命无罪，我知道你还爱我。迷失在平凡的离合，也发现隐秘的宇宙。想起他的羊群脚步更轻快，来在探索的彼岸，爱是古老的答案，蕴藏着未来。一颗小小尘埃，倾听内心所在，一了半了下路还很长，静静倾听活着的意义，不要停留在原地彷徨。何处是远方？你想抵达什么地方？何处是远方？从未说出的愿望。再不要活的迷惘，要为了我的梦想闯。